记起来哦，0932。5054504。主任对战一圈念出一组电话号码，考验他是不是记得起来。记起来了吗？确定一下。抬起小脚轻放在主人手上，就像是在对主人说：“我记起来了。”对才可以吃哦，准备喽，0932587450。主人马上展开考验，念出陌生电话号码，豆豆始终不动，双眼紧盯主人。0932505450。一听到刚刚主人要他记的电话号码，立刻吃掉零食，重复把号码乱跳或者相近的数字，那他会在对的号码完全正确之下，他才会把我手上的点心把它吃掉。南投民间这只会记电话号码的狗狗叫做豆豆，今年5岁，是只法国斗牛犬。它十项全能，跨栏匍匐前进，样样精通。更有趣的是，它竟然会跟着主人拉胚。主人握起豆豆的手拉胚，一人一狗，豆豆不时还露出娇羞微笑。而他平时最喜欢的是戴上墨镜和主人骑车兜风。在平常固定时间，我们也都会带他到一些那个中医的那个医院去那边做跟一些老人家的一些互动。只是狗狗真的会记住电话吗？宠物训练师这么说。当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主人给不给，愿不愿意松手把这个肉条给狗而已。不管是不是受到零食的诱惑，豆豆记电话或是拉胚等，已经让不少人印象深刻。华视新闻的选召荧光周大祥南投报道。Hello， 我是李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